冇谂过踢职业噶，细个系谂住即系开心啊玩啊，即系我又唔系咁中意读书啦，即系唔系咁大兴趣啦，即系中意踢波多啲，始终由细到大都想自己进步，想自己踢得更好。咁点解我唔试下？可能喺呢个环境我进步会大啲咯。自己童年真系唔系咁好波，又唔系咁出众，咁觉得自己打扮好过我啦咁样。其实自己表现都飘忽嘅，预备咗。真系多谢苏常温 Sir， 佢俾咗好大信心我，令到我即系可以即系信心行呢条路咯。我哥哥曾锦涛咧就系一个职业足球员啦。细个嗰啲我的志愿我都系写足球员嘅啫嘛，自己冇谂过咁快可以踏上职业呢条路嘅，即系喺杰志嗰度又冇乜出场机会嘅。所以都想自己出去闯一闯啊，睇下自己啲实力可以去到边度。第一次同妈妈讲话，我同阿妈讲，妈咪我想踢职业足球唔读书啊。嗰阵时候中午开始啊，佢一句就唔得，唔使读啊。过咗半个期啦，咁又见到我成日踢波唔翻学，即系好似预备咗逢星期三嘅，咁星期二又半日。星期四日請假，即係我呢個仔好任性嘅，話唔讀就即刻唔讀，佢都好義無反顧咁幫我。始終你而家大學畢業，你出到嚟一定穩陣，但係我連中學畢業都冇啊！而家媽咪可能見到我哋之前有啲報道，佢明白我哋做緊乜嘢，佢反而而家都支持我哋。香港真係好注重呢張沙紙嘅，中間都有好多人即係踢踢下，可能去咗讀書啊。但系佢哋好就真系俾个机会我试下咯。哥哥同我差都差唔多十年，追佢为一个榜样咁啦。压力就少少都会有噶啦，因为都自己有时都会同哥哥去比较下，我自己都会有呢个成就咧。即系每一日都会有一课咯，有时会练朝早，有时会练下昼咯，即系成日练体能嗰啲啊。喺入边练完波，跟住出嚟又做 gym， 冇藉口话我唔做啊，我练唔到啊。出翻去同其他人踢都系休整咗啲体能都，咁下昼就出嚟踢波咁样咯。你喺香港呢个中数练波，可能京士柏啊或者九龙仔嗰啲地咧都会辣嘅，辣到你踢都唔想踢。好似而家咁，就算佢喺呢啲中数练体能，我都觉得都仲有力去跑啦。職業的訓練非常之有分別。其實每一日都是翻工，我真的唔好波唔緊要，但係你唔好本劈咯。即係無論養Sir啊、君怡都係俾我哋都係呢個要求咯。即係你本劈得啦，嚟讀紀律性啊，場內留意住教練啲練習又好，諗下好，場內即係食乜又好，作息時間好，體會到點樣成為一個職業足球員個態度。冇講技術，主要係個生活啊，同埋個態度係真係好緊要咯。呢樣嘢養Sir真係教識咗好多。嗰陣時我初上到嚟，只腳又唔得，啲協調又唔得，啲波又唔得，啲態度又唔得。有啲時間咧，我係咧波都即係攞個波都驚啊！個強度咁高，有時即係可能交手一球波啲，即係會好驚俾人鬧咯。落到比賽有時候都騰，即係個波俾到你又唔知點算好，同埋自己又差啲波，咁就成日都俾失咗波，一俾失咗就更加騰啊！自己本身就腳底差啦，咁我就成日都揾埋君怡啊、細佬啊、廣威嗰啲去滴波啦，滴下滴下，咦，好似越滴越好，咁自己個控球方面啊、攞個波啊、first touch 啊嗰啲咧就好咗咯。我會比較即係睇曬成個場，因為可能踢防中嘅位置，我需要指揮啲隊友嘅防守方面啦。所以蘇 Sir 都俾咗呢個隊長我做，希望我可以更加放膽出聲，即係令到隊波就逼搶啊或者防守方面都比較團結啲咯。啊！你今晚攬住佢瞓好啦，冇攬住。我有乜攬住佢瞓？我先試下試一下。你攬翻佢啊！喂啦，喂 mail， 点解你玩自杀？喂啦，哦，喂啦
位啦。哪个也专，哪个粉丝也专想咩？你讲个咩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最近有两个都要面。两个咩？两个人讲下呢个系咩嚟啊？呢个呢个系龙虾球，微微辣，因为我唔食嘅辣。好吃的真的，這麼多間花甲最好吃這間，但你吃完之後會怎樣試過？他哀我們都沒有，現在在這裡吃東西，通常吃完一陣都個個都要爭廁所，跟大家都相處得挺好，因為始終一起住一起練波，成都不會差到去哪裡。第一天上來我還記得去吃飯，我們在飯堂跟阿君怡、細佬那些都不敢跟他們說話，時間過了熟了就 friend 了，就沒那麼大壓力咯。分類可能做完 gym 吃練波吃完飯，可能七點零鐘，如果細佬那些喂打機了，喂好客氣啊，咁合緊膠杯，合緊膠杯，我哋乾杯。如果不做職業球員，係咯，應該會讀翻書。都有同屋企人有個承諾，如果我可能21、22歲都冇乜成就，踢唔到啲咩出嚟嘅話，就去進修。我好多同學都同我話：，哇，麥富成你又好啦，你可以踢職業足球，即係自己興趣去做你嘅職業，即係好幸福。我其實反而覺得，即係其實我都要犧牲好多咯。咁我都會掛住爹哋媽咪噶嘛。即係好似我預備組咁，即係落去又上翻嚟，其實好攰嘅，但係冇人知嘅。佢從來冇諗過我第一步又付出咗幾多嘅。職業足球係辛苦嘅，但係其實我如果做到自己想做嘅嘢，我覺得即係呢啲辛苦都值得嘅。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確定咗自己個夢想嘅話，唔應該為咗其他嘢放棄咯。即係我哋目標係青英杯出場，甚至贏到添啦，加把勁幫佢哋攞冠軍啊！